各位学员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华住比目鱼出品的卢米视觉表现视频教程，我是赵龙赵老师。我们就前面的课程继续向下讲解。那么前面我们都讲到了这个天气系统、景观系统，那么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四大系统我们已经这个讲解了两个，那么我们来开始讲解这个后两大系统，分别是材质系统与这个物体系统。那么我们首先先来讲解这个物体系统啊，为什么说不按照这个顺序讲解呢？因为这个材质系统是需要有模型支持的啊，需要有模型支持的，所以说我们首先来讲解这个物体系统。物体系统里边，卢米 6.0 的物体系统与之前的其他版本不同啊，其他版本中这个只有物体这个放置的功能，没有物体的选择功能啊，没有物体的选择功能。也就是说，在从卢米 6.0 开始啊 ，6.0 开始。物体系统分为两个子系统，一是物体放置模式，二是移动模式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择模式。我们首先来讲解这个移动模式。Lumin 的物体系统里边，它分为八大库，分植物库、交通工具库、声音库、特效库啊、室内库，还有这个人和动物库、室外库，还有这个灯具和特效库。那么我们来一的进行这个讲解啊。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植物库，在 Lumin 里边啊是有很多种植物的啊，有这个中叶树、小叶树、大叶树啊、棕树、同棕啊等等，然后这个小叶树里边还有分着这个好多叶好多种啊。我们随意选择一种啊，点击鼠标左键就是种植树木啊，在卢米里边种植树木。那我们走近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一些带有这个花卉的树啊，带有一些这花的啊，花的。还有一些什么呢？还有一些这个大叶树还有一些这个高度啊，小叶树啊，还有这个植物这边的这种树木。罗密里面这个植物库这个树啊是分这个好多种的啊，分好多种啊，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，主要介绍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。有同学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不这个一一介绍呢？因为这个植物的种类加到一起都有上千了，所以说这个咱们一介绍，一是时间来不及，二一个呢就是说，即使说我在这里边啊给大家一介绍了一遍啊，大家在做这个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，布置自己场景的时候，依然不会去用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还是要怎样呢？还是要这个自己打开软件，然后这个尝试着布置一下，找一找。说这个 Lumin 啊，如果说你想做的这个做好看了、做漂亮的话啊，它本身自带的一些这个植物啊、动物啊、人物啊、室内的模型啊，你要有这个充分的了解，这样的话你才知道说将来我在布置场景的时候，我放置什么样的树木是漂亮的，我放置什么样的人物是合适的。我们来讲解一些特殊的吧。在这个自然库里边还有这个花卉里边中的这个花呀，也是有好多种的。也是有好多种这个花卉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在这里边这个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在这个植物啊，在这个
自然库里边，自然库里边植物这一栏，植物这一栏里边的第二页的这个第二行第一个啊，它是有这个蝴蝶的啊，有蝴蝶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蝴蝶啊，翩翩起舞的蝴蝶啊，蝴蝶啊。当然了，在这个第三行倒数第二个是这个飞絮啊，飞絮。啊，有同学可能会想，这些这个蝴蝶啊，它也不是这个，也不是植物啊，它为什么要分到这个植物库里边去呢？这个的话就需要这个咨询一下这个软件开发人员了，可能当时他脑袋没转过来啊，他就放到里边去了。啊，这些是这个比较特殊的，特别是对于这个初学 Ruby 初使用 Ruby 的同学啊。啊，这些往往是注意不到的啊，往往是注意不到的啊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说这个啊，还有一种这个苍蝇的这个表现啊，这个表现形式。但是说那个我这边这个分辨率不够啊，选不到。然后是还有这个仙人掌啊，仙人掌，但是说这个仙人掌啊只有这个三种，也就是说这个三株，当然了还有一些岩石啊，还有一些岩石。曾经有同学问我说这个 Lumin 说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说这个 Lumin 啊，它是可以对这个地形啊进行这个抬升的，对吧？进行抬升。那我把这个笔刷尺寸扩大一点，速度扩大一点。有同学就在想啊，说我这个抬升起来的一个山体啊，那么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山体上啊做出一个山洞的这种效果呢？啊，做出这个山洞的这种效果呢？在这里呢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，说这个想做出这个山洞这个效果是不现实的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啊。因为Lumin这个地形的抬升啊，你看说你想在这里面掏个洞，对吧？掏个洞，当你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，它这个笔刷捕捉的时候啊，永远是捕捉那个大面，它不会按照你那个一个小点去做，所以说这个掏洞是不太现实的。但是说如果说你还想这个制造这种山洞这种效果啊，可以用这个Lumin里边这个岩石啊，Lumin里边这个岩石，它有这么几个带有洞口的这样这种岩石形状啊，可以拿它去骗人啊，可以拿它去骗人啊。有同学说为什么说是骗人呢？其实这个Lumin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个视觉诈骗啊，它就是一个视觉诈骗啊。其实好多东西啊，它都是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逻辑关系的，但是说呢，在这里边它就是真实的存在啊。比如说这个石头是吧，凌空了啊，凌空了，也没有种阿凡达的感觉啊啊，空中漂浮的山啊。这是这个 Lumin 的这个植物啊，植物库里边的这个岩石啊，当然这个岩石是有好多种的，还有就是说的这个树木啊，树木有这个森林啊，这个森林，然后这个森林呢，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，这个森林这个属性啊啊，往往都是这个二 D 属性啊。那什么是二 D 属性呢？二 D 属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二维的平面。但是这个二维的平面啊，在Lumin的世界中，这个二维的平面它是什么？它是跟随于我们这个视角去转动的。也就是说啊，说如果说我们布置这个森林的时候，往往是怎样？往往是这个无论你怎么看啊，我们永远都只能看到啊，都只能看到这个森林的这个正面啊。说你想转到背面看，不可能，还是看不到的啊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森林啊，有
在这个森林库里边啊，头几个基本上都是只有这个树帽啊，没有树干啊，没有树干，好像是没有树干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些啊，往往是应用到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俯视的时候，特别是远处俯视的时候用到啊，对吧？说远处一大片森林啊，一大片森林。那么说我们近处的这个森林有没有呢？啊，说我想在这个森林里面去行走啊，啊，这也是有的。在下边，当然了，它也是这个二 D 的属性啊。如果可能就是观察起来这个会更加这个方便一些啊，更加这个明显一些，对吧？它呢，也就是它也是这种二 D 的属性，对吧？说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它这一个面。如果说我们这个围绕它转的时候啊，它永远是跟随我们去转动的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个森林，然后就是这个落叶啊。鲁米里面的落叶啊，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这种静止的落叶啊，静止的落叶啊，往这一摊啊，一摊静止的落叶。还有一种什么呢？还有一种就是动态的落叶啊，还有一种是动态的落叶。那这种动态的落叶是在哪个库里边呢？当然，这种动态的落叶是不在这个自然库里边的。动态的落叶在这个特效啊特效库里边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四个特效库里边有这个落叶啊。特效库里边的落叶是这个动态的啊，是动态的啊，落叶啊，分为好多种落叶啊，落叶。然后呢，这是这个两大库啊，两大库中这个自然库还有我们这个特效库，对吧？特效库里边啊，我们介绍了这个落叶啊，还有什么特效呢？还有一些这个喷泉特效啊，喷泉流水啊，喷泉特效。还有一些什么呢？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喷泉啊，分好多种啊，分这种单的啊，还分这种这样的好多种。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这个一一这个试一下哈，这个一一试一下。然后还有就是说，它能放水啊，当然也能放火啊，也能放火啊，也能放火啊，大火小火啊，想怎么放怎么放。当然了，你放完火，它也是有烟的，是吧？啊，着了啊，着了啊。比如说什么、啊、森林火灾啊，咱这个模仿一下哈。啊，然后这个放点烟，对吧？放点烟。是不是就失火了，对吧？失火了啊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说这个雾气啊，这个雾气啊，比如说在这个身处一片大森林之中啊，这片大森林之中，这里我用这个 3D 的树吧， 3D 树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啊。因为这 2D 树啊就老跟着我们去转，对吧？它转晕了啊，转晕了。然后特效库里边雾气。这是不是有点感觉了啊？一般这个外国的恐怖片啊都是这种，对吧？天昏昏的，暗暗的。是吧？然后呢，周围都是树啊，但是这个树呢，一般都是这种枯树，是吧？都是这种枯树。鲁米里边呢有没有枯树呢？也有啊，也有啊，在哪儿呢？当然，这是这个鲁米六啊，鲁米六里边这个带有的这种，鲁米六以前是没有这种枯树的，但是说它这种枯树啊，也是这种这个放倒的这种枯树，行啊，小赵老师这边这个分辨率这个设置有点问题哈、啊。no， 这种枯树只有树干啊，没有树枝啊。当然说这种枯树啊，好像跟那个我们看的美国电影里面啊也不太一样，是吧？太高了啊。美国电影里边的这枯树一般都是那种尖尖的啊，一看起来就很恐怖的样子，是吧？啊，
我说的好像是动画片是吧？啊、哦，放小一点啊，这时候就有点感觉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两大库啊，两大库。然后当然了，这两大库里边啊，一是植物库，二是这个特效库，对吧？然后说我们这个植物库的时候，说我们在讲解这个植物库的时候，是不是说这个说我想放置想种植一种树木的时候，都是这种一颗一颗一颗啊，一颗一颗一颗颗的去点的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要求啊，要求说我们做一片这个森林啊，是不是那种这个二D 剪影的那种森林，而是一种3D 实质的森林，说我们要在这个森林里面啊去漫步啊，去行走。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看过这个秦时明月是吧？秦时明月出了一个这个天行九歌啊，天行九歌里边这个片头啊就有这么一段，哪一段呢？就是说这个镜头啊在这个森林里边去行走是吧？森林里边有花，有蝴蝶，有阳光，对吧？如果说你想做一个那样的那种的这个镜头啊，模拟一下那种环境啊，那你这个用这个 2D 的这个术肯定是不成的，对吧？也是不靠谱的。那么说我们这个那样的话，说我们这个一颗颗点啊是这个很费时的，对吧？也这个效率上是这个跟不上的啊。那么在这个Lumen中啊，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啊，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法来这个实现我们快速的种植呢？啊，也是有的，当然是有的了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你可以选择两种，第一种按照 Ctrl 键然后鼠标左键随机种植10颗啊 ，Ctrl 键加鼠标左键随机种植10颗啊，就是在放置树的时候也好啊，放置人的时候也好啊，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，都是这个样子。No， 还有一种就是说那个群体安置，群体安置，说我们这个点开自然库里边，说我们选择一种树了之后啊 ，No， 它的下边是放置物体，对吧？当我们选择放置物体的时候，它这个放置属性啊是这个单株的放置啊，单株的放置，就一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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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单株的放置。在它这个属性下边啊有一个这个人群安置啊，有个人群安置，人群安置的这个功能啊是从这个 Lumen 5.0 开始啊才新加的功能。如果说我们这个电脑配置不够好，说带不动这么高版本的 Lumen， 说我们安装了一个低版本的啊，如果说你安装的版本是在这个 Lumen 5以后，包括四点几啊，那都是没有这项功能的，所以说，人群安置，那么人群安置这个功能我们怎么用呢？你点击这个人群安置，然后点击一下左边就是起始点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森林啊，这个起始点。啊，别森林了，假如说我们做一个行道树吧，是吧？就路两边的树，对吧？行道树，做确定行道树的起始点，然后再确定行道树的终止点。啊 ，OK， 啊，这一排树我们就拉出来了，拉出几棵啊？一共五棵，对吧？说这个五棵太少了，那我们怎样给它增加数量呢？点击这里，然后第一个项目数15棵、25棵，最多啊100棵啊，最多100棵。但是说100棵的话，这就有点密了，是吧？有点密了，这树也长不开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适当的调节它的数量啊，这是项目数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随机方向啊，随机方向。如果你在调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这树是在转的，对吧？啊，看到了吧？这树是在转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植物啊，无论你怎么转，它是不分这个正面和背面的，对吧？所以说转起来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特别明显。但是我们在调节这个参数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植物是转的啊。然后随机线段啊，随机跟随线段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相邻两棵植物之间的距离啊，相邻两棵植物之间的距离。比如说你这个值越大啊，它们之间的距离越小啊，跟随嘛啊，跟随，对吧？值越大，它们之间距离越小。当你值是零的时候，说我们这个路径啊，一共是这个 155.95， 对吧？这白色的数字 155.95， 那么它就会被这个19棵树
啊，整除说一棵树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啊，它是这样的。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调节了它之后啊，它们距离就不确定了，不是均等区分的了哈。然后再往后就是随机线段偏移啊，这个随机线段偏移指的就是说以我们这个路径，也就是说这个黄色的这根线，以我们这根路径随机的向路径两边啊进行偏移。当我不偏移的时候直线，当我们偏移的时候 ，no， 它就这样的啊，就这样的。然后这个方向啊，跟我们前面那个随机方向是这个对等的。随机方向就是方向任意旋转，对吧？这个方向是什么？方向统一的旋转啊，统一的旋转。在这里边啊，说我们只布置了一种数啊，我们可以再加啊，可以再加啊，可以再加，嗯，想加多少加多少，只要是这个植物库里边的啊，你都可以加进去啊，你都可以加进去。啊，加点花吧，加点花吧。然后有同学可能会说啊，说这个我一不小心加错了怎么办？比如说加这种森林，哇，太难看了，我受不了了啊，我受不了，我怎么把它给去掉呢？嗯，选择在这个加这个库的旁边啊，选择这个这库里边这个图标上面有个小垃圾桶啊，双击它就删掉了，啊，双击它就删掉了，啊。然后当我们说这个种类啊、数量啊、方向啊、间距啊都确定好了之后，点击完成，啊，注意啊，是都确定好了之后再点击完成。如果说你在之前啊，就说这个没有确定好，你就直接点击完成了，那样它是不可再编辑的啊，不可再编辑的。你现在放成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。啊，它就是什么样啊？这是这个特效库中八大库中这个两大库。是两大库，那么说这个交通工具库和这个声音库，包括室内室外库啊，我们来继续讲解一下哈。交通工具库中有船啊，有船啊，当然了，这个船我们还是单个放置了，二人群安置了哈，只是这个简易的讲解一下它，是吧？有船，选择这个交通工具。嗯，然后找到说你想放置的船啊，你想放置的船啊，任意放置啊。啊，有同学会说这个船怎么在陆地上飘着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前面我们也说了，陆地没有任何逻辑关系，对吧？哪怕说你把这个船啊置身于火海，它也不会被烧坏啊。你看，给它放点火啊，完全没问题，对吧？根本不受影响。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交通工具库里面啊，船，然后还有就是公共汽车这个数量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，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。然后Lumin6对这个交通工具啊做出了很大改善，什么改善呢？就是说终于有驾驶员了啊，终于有乘客了。在这个Lumin6以前啊，所有这个车辆都是无乘客啊，无驾驶员的，看，无乘客无驾驶员的。但是这个Lumin6开始啊，就是有乘客有驾驶员了，这一点改进还是比较好的，还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说比较好呢？因为这个，如果说各位同学在网上搜一下这个Lumin啊比较好的作品的时候啊，你看一下他们这个车辆动画啊。都是自己在那儿飘啊，幽灵这个车啊，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，就是自己在那儿开，自己在那儿走。Lumin6就这一点啊做出了很大改善，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当然了，还有这个汽车啊，各种跑车啊，施工类车啊，越野车、卡车、货车、飞行器啊，有飞机。飞机分两种啊，一是这种客机啊，客机分两种，哪两种呢？一种是在天上飞的啊，另一种是什么呢？另一种是在
地上停的啊，地上停的，对吧？这两种客机啊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些这个直升机啊，还有这个小型的这些种私人飞机是吧？啊，私人飞机，还有直升机啊，直升机也分两种，一种是这个螺旋桨在旋转的，一种是螺旋桨啊静止的啊静止的，这是随时待命准备起飞的驾驶哈。还有一些热气球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杂类啊，杂类里边自行车呀、啊、自行车啊、自行车、摩托车，摩托车里边也分这个两种啊，分这个两种，一种是这种带有人驾驶的，一种是这种无人驾驶的啊，一种是这种无人驾驶的。在 Lumin 6以前啊，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这样的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如果说你坐个摩托车，这个行走的话，你就发现这车自己在走，嗯，很神奇啊，很神奇。飞机也是有驾驶员的，有乘客的，是吧？包括它都是有乘客的。然后再往后就是火车啊，火车也是有的啊，火车也是有的，这是拉木头的火车是吧？啊，不对，这是一节车厢啊，这是车头，这是车头。那有人会说，有火车有没有火车道呢？啊，火车道也是有的，火车道在哪呢？在这个室外库里边，在室外库里边。我们找一下，嗯，设备啊，不对，杂类。镇啊，镇是镇，在哪呢？在这个工业里边就有火车道，啊，火车道是吧？铁路啊，不叫火车道啊，叫铁路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风力发电呀，啊，太阳能发电呀，太阳能发电呀，啊，都是在这里边的啊，都是在这里边的啊，各位可以找一下哈，可以找一下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室内库里边啊，还有一些这个房子啊、建筑物啊、建筑物、建筑物啊、建筑物、建筑物、建筑物啊、建筑物。当然，这个建筑物也是符合我们刚刚说那种啊，说 Ctrl 键随机放置10个，然后人群安置放置一排啊，都是满足的，它们的功能都是通用的，都是通用的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家居啊、座椅啊等等等等啊，等等一些啊，等等一些啊，在这里也不一一介绍了啊。还有就是这个室内库啊，室内库，室内库有床、有吊扇啊、有装饰，装饰画里边啊有花盆啊、花盆啊、花盆，嗯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照片啊，照片。啊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些贴画，就是壁画啊，这里边都是有的，都是有的。还有我们这个电子产品啊，对吧？是饮食啊，鹿鸣里边的饮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，比较少的，啊，比较少啊，只有一些苹果啊，一些这个面包啊，一些这个喝的这些东西哈。当然了，照明啊，照明有这个台灯啊，这个。照明里边也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的，也是比较少的。这个座椅和卫浴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，包括桌子啊、储存设备这一些。这是这个室内库啊，室内库。还有就是这个人和动物库啊，鹿鸣里边的人和动物都分两种，分哪两种呢？一种是这种静止的人物，就是说站在那这个。不动的啊，不走的啊，一种是这种行走的人啊，行走的，嗯，说我们在做这个人流动画的时候啊，用的这个人物模型啊，往往是一种行走的，往往是一种行走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啊，女人行走的啊，静止的啊，当然这个人啊，阿拉伯人啊，黄种人、白种人都有啊，都有。啊，还有这种游泳的啊，还有这种游泳的。当然了，游泳的话，它肯定是在地里游了，是吧？肯定是在地里游了。要说这个在地里游太恐怖了哈，我们给它弯出来啊，我们给它弯出来啊。嘿啊，好任性啊，好任性。
为什么说它不出来呢？不出来的原因就是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，动起来啊，动起来。no 这种人物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动物啊，动物也分两种，啊，也是有这种静止的，还有在天上飞的啊，在天上飞的。但是说这个宠物啊，就这么一只猫啊，就这么一只猫，就这么一只猫啊。如果说呢，你想喜欢一些大型动物的宠物啊，也是可以的，比如说马啦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猪啦，啊，还比如说这个啦，啊，这是传说中的什么？啊，绵羊啊，绵羊，哎，是绵羊吧？啊，不管了哈，不管了。嗯，好了，以上就是说我们这节本节课的内容哈，本节课的内容。